谁泄露了消息？平香阁对兰儿来说是灭亡之仇。放了我的人，杀了花若兰，杀了他。这是天香阁放在王毅身边的卧底，是王毅放在天香阁的卧底。这天下迟早是我的，你知道。 天下对我意味着什么？兰儿，判死不辞。那是一幅画，是藏宝图的位置。皇上用藏宝图分授王制范的兵权。这就是当今天下。你们两个血液相融，灵魂才会相连。